只要有竞争，就有努力的动力。没错，而且这是一个最需要努力的单元，我们才积分制，最后只有一组新人，一组歌手可以打歌，可以唱他们的新歌。OK， 一起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有，首先欢迎吴卓源、张胜子、BCW 还有一子凡，欢迎。来分别跟大家打声招呼，来从零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朱丽叶吴卓源，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。哎，有作品吗？哎，有哎。哎，有在哪里？那个这没有实体的，但是可以讲，可以讲。哦，是数位的吗？对对对，是数位的。来，你先讲一下。哦，好，是嘻哈龙虎门的第一波的歌。嘻哈。对，买榜，我跟熊仔哦，熊仔合作的一首歌。对对对。OK， 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胜子小鹿。然后去年12月27号我已经发行了个人的新专辑，叫做穿越，然后已经在那个各大平台上线了，然后预计2月份的时候会上架那个纪念版的实体 EP， 对对对，实体。然后这个呢是我2016年4月份出的第一首单曲，要送给那个 CD 这么小，好可爱，对，这很特别。那怎么？所以它是真的有 CD 放在里面，放烟对不对？还是扑克牌？是一个磁铁片，然后我的歌也在里面，是还蛮环保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插到电脑里面的，对，它里面就有我的歌这样子。哇，好厉害！然后因为我现在剩下最后一份，所以我要送给娱乐百分百的，谢谢大家。现在最后一份，对，谢谢，感谢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然后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小鹿的资讯，可以搜寻张胜子小鹿，就可以收到我了。谢谢，谢谢小鹿。OK， 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CW， 然后最近我发行了一个数位的单曲，哎，对，叫做 Jiggy， OK， 然后希望喜欢 hiphop 朋友大家可以多支持，谢谢，谢谢，下一组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一子凡，我是子子，我是小凡。出的写真，我们是这一次出的是礼物书，这里面有写真集，也有我们是写真桌历，主要主打是我们的一批单曲，太酷了。然后里面很多东西，就是有我们的表情贴纸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单曲，还有我们的贴纸。哇 ，BCW 也有出写真集，对不对？他也有表情贴纸哎，真的哦，没有，没有，泡在浴缸里面，然后还有 BCW 穿着浴袍的。立体的贺卡，这怎么哦？可以写给别人，可以写给别人。然后最重要就是还有单曲，单曲，然后以及桌历，桌历在这里。对不起，有大本的东西有点多，物超所值。对，對哇，桌历，所以里面有很多很可爱的照片，有很可爱的照片。可以翻一个厉害的，可以翻个厉害的吗？还是凡乐姐，你选一个厉害的，是走可爱的还是走都有都有？这个可爱小猫咪，对，哇，好，衣服也蛮可爱的。所以大家要支持，可以支持一下，因为这一次我们还有尝试了自己作词，对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新歌，厉害，谢谢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太好了，好了，今天呢，我希望每一组呢都可以拿出实力，好不好？我相信呢，你们除了自己会创作之外，我相信应该也常听很多人的歌，对吧？有，不是因为我的中文不太好，所以 Where come from？ Australia。Australia， Sydney， yeah， you know my movie， and Jackie Chan， in the Sydney 也有放是不是 ？Of course， 是国际巨星哎，我们这边打架呢，在歌剧院打架呢，真的哇！对啊，我第一个爬上去的，好强啊！不是我爬的，是成龙爬的。所以今天大家努力认真，因为只有一组才可以打歌。好，好吗？来，马上进行音乐大会考。好的，想要成为一个厉害的歌手，一定要对华语歌坛的歌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。所以今天来考验大家，如果你知道这句，好，下一句的歌词是什么，赶快冲出来！但是要先听到主持人说“请抢答”，然后要先踩破地上的气球才可以作答。答对一题是10分。是的。好吧，所以你们有人怕气球的吗？都不怕，对不对？都不怕。好，那我们换炸弹好不好？没有啦。
答直接先蹦一个，我们到急诊室加护病房问你说答案是什么？这首歌的答案题目王菲。恭喜你得到十分，有意义吗？非常顺利，没有生命了还得十分干嘛？这就是怎么样了？这个行业就是用命去拼来的，真的是吧？所以大家自己努力了，好吗？好，哎，团体的话只能派出一个哦。好，哦，不能群上，这样都没办法玩了。好，好不好？所以子子，你的上衣下面里面是什么？这不是一般是小妹妹才会的吗？这样有，他们吃饱饱有啊，吃饱饱变，吃饱饱了。相处哎，你 BCW， 我不相信你里面的裤子是什么，不可以啦。我懂我懂，我懂我懂，解腰带，然后想裤子拉卡在这边脚踝处，神经病。好，不要闹了，我们来认真的了解一下华语歌曲。第一题，关注请出题。人生不能再苦，有太多不是食物。依然着黑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你到底信不信？跟我不老的教书，我看过的书，看去大人的程度。Come on， 黑黑衣，就是你，你我足迹，我怀疑，还没，你可不可以再一起？我更能喜欢你。就是你，就是你，请说你很开心，我有点喜欢你，有点喜欢你。OK， 准备了，请抢答。谁先抢答？子子子子子子，恋爱达人哇！哎呀，到底是不是呢？看其他 VC 啊，请看。你到底信不信？因为不老的教书，我看过的书，看去大人。的程度 ，Come on， who hey you， 就是你，你我足迹，我怀里，你可不可以在一起？我更能喜欢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请说。恭喜答对啦！而且正确解答的旁边的照片还有附上签名的，你看到吗？真的？刚刚那个我的照片底下还有附上签名呢。怎么那么专业啊？到哪里找的？办公室里面有。哦，是吗？哎，这是外国人唱歌走音好严重。没办法啊，他们可能没听过啊。哦，第一次听。对啊，很难猜哦。有可能有你的歌呢。下一题，请出题。请出题。你是蹲着卡抓啊抓，今日点子害我。两个人，两个人的爱着，爱着，给你帮你看，一起慢慢听，哎呀。蹲在卡抓啊抓，今日点子害我。两个人，两个人的爱着，爱着，给你慢点看，一起慢点听。哎呀，我甲你上过人生，我甲你上转过房间，这些两个家。可以可以。你爱呗，爱我。很明显。我甲你上好的到家。你陪我跟你本的感觉很清楚耶，拜托拜托，爱你我就爱你，你不爱我。那准备三二一抢答，小心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抢答抢答抢答，我上不了车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首歌你们都不会，很明显耶，忘记歌名了。怎么可能？来，答案，志明与春娇。对，确定是确定，志明与春娇还是志豪？志豪与春表，志明与春娇，谁是春表？志明与春娇，志豪，志明啦，志明，志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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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与志明啦，是志祥吗？志明与春娇是不是呢？请看解答 VCR。你是蹲着卡抓啊抓。
惊你担心害我。两个人的爱情，给你帮你看，一起帮你听。哎呀，我跟你共同人生，我跟你雄壮过潘家。恭喜又答对啦！遥遥领先。其他三位要加油了。OK。下一题。请看。什么什么什么派对？真派，快几快，真派。什么什么什么救我救我，我呸，那我呸 ，OK， 什么什么 OK， 怎么谢谢，什么都喜欢，什么都会，什么都喜欢，什么都会，什么都喜欢，什么都会，好清楚哎。非常好猜，他们应该来那边学中文，应该学好几年了。BCW， 我想看你出来踩气球，加油！准备三二一，抢答！哦，谁？谁先线？小凡。小凡那个衣服会不会跑一跑掉到肚皮上？有可能。哎、欸，你不要问这个问题，不会啊，你看。他们这个团体，我不信他敢。来了，给他看看，不要降级降吧。哇，这个厉害了。请回答。忘记了，他的歌名。我呸！怎么唱？管你大中小中，我呸！好，来了，重点来了，是我呸还是呸 ？Play 我呸，我呸。啊 ，play 我呸 ，play 我呸 ，play 我呸，是 play 我呸，还是我呸，还是呸，还是口呸 ？play 我呸，还是 play 我呸？是什么 ？play 我呸 ，play 我，请确定好 ，play 金叹号我呸，没有金叹号就是 play 我呸 ，play 我呸，恭喜你答错了，往回。不是吗？是有惊叹号啊！歌名是 Play 我呸，还是我呸，还是呸？这个歌名好像很容易被记错。对的，三二一，请抢答。好哟，来，顺子。应该是我呸吧？好，歌名叫做应该是我呸，是吧？应该是我呸，应该是我呸。我呸！我现在提示你喽，是呸，我呸，还是我呸？是呸。还是我陪歌名哦，歌名，我再给你提示喽。你好不容易站到这一步了，不要再答错了。是我陪，我陪，还是陪，我陪。你这个小朋友讲不听，讲不听啊！真的，恭喜答错了。真正的解答，刚刚蔡依林已经传真进来了。哎，什么？你们还有传真吗？我刚刚有传真了。他打电话进来，直接说他的歌名叫做是 Play 我陪，一起翻获得十分。那我呸 ，OK， 什么什么 OK， 怎么谢谢？什么都喜欢，什么都会，什么都喜欢，什么都会。好，准备下一题，请看。你在的世界，会不会很靠近血腥？我喜呀滴呀咻啦咻起，咻啦咻起，他一定有听过。我对你咻啦咻起，好会唱哦。咻啦咻起，唱比威廉还好。这鬼当我的格林杰，他在说脏话吗？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 ，Go！ 子子对不对？哇，鱼仔。是鱼仔还是熊仔？鱼仔、鱼板、鱼仔、鱼板、鱼仔、鱼仔、还鸡蛋仔？鱼仔怎么说？皮亚，恭喜你答对啦！来看几道 VC 啊。可以呀，提呀，修啦修起，修啦修起，我对你修啦修起，修啦修起。哇！你们一共得到了40分了，遥遥领先，马上进行第二关，此曲大风吹。这个关卡呢，我们要猜出关主耳机里听到的旋律的那首歌，因为他唱出来的歌词是不一定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大家要猜的是耳机里旋律的那个歌。要三二一吗？还是可以知道就出去了？
我们尽量请他唱完，你们再出来，不然这个关主他脾气不是很好。这个是新的，还不知道他脾气怎么样。是有角色设定呢。还目前还在找寻，所以不敢太快给他下定论。啊，了解了，搞不好超级温柔，脾气很好，是不是？对，还不一定，我还在拿捏。还不一定，你好重。对，感冒，大家注意安全了。关主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第一首他要唱的歌词是练武功，关主请出题。跟着我练武功来，我来。岂不因不崇高啊？我来练武功就是七七啊七七尊佛来，就是按照别人习惯，奈安尼简单。问题就是安那，就放风吹，青春。这是中文，中文还是什么？闽南语啊？台语啦。这个自由的青春啊，对对啊，这个。你中国有退步，叮咚咚的我上哦，现在应该给我的 everybody。哥哥亲妹妹 ，everybody 阿三个阿伯。没了。好难哦，我天哪！好，先提示大家。练武功是台语的，台语的对话来练武功那个，对，真的不太会唱嘞，这很难啊。我刚刚一直很努力要把那个他的歌词唱到我这个耳机的旋律哦，旋律里面，对的。提示大家是台语歌，请抢答，真的会哦。是谁？子子，大枪，从哪里听出来的？噔噔噔噔噔噔。Everybody， 这么厉害！那如果要尬掐尬去云林怎么讲？尬掐尬去云林，尬云林，尬云没事。下一个，恭喜答对了！耶！你真的是跨年收视第一了。第二题，来请回位哈。接下来他唱的歌词哈，太可爱了。用什么歌？歌词是捏泥巴。哇，捏泥巴，捏泥巴，请唱。捏泥巴，捏泥巴，你捏，我要捏泥巴，我捏泥巴，把一个你妈妈的弟弟，爱他捏的鼻子的脸，想念你弟弟微笑，哈哈哈哈，捏一个爸爸来捏，妈妈。按摩给你捏，你怎么唱的那么不正经啊？奇怪，人家捏泥巴明明就很可爱的歌，真的，你们怎么唱的很情色啊？这个应该不用提示吧？那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好，请抢答，小鹿，阿飞的小蝴蝶。萧敬腾的歌，他唱成这样还是听得出来，很好听。看到没有？恭喜答对了。耶！各位观众，后面的 BGW 是真人哦，他不是不行哦。可能他就是比较少中文的歌而已。他可能想说，是不是人形立牌怎么都没动？是真人。下一题。现在电脑后置很厉害了，他其实还在家哦。他其实在家里3D 动画，沾3D 动画了，帮他做一些动作而已。高科技我们预备。接下来歌词是牛仔很忙，关注请出题。好，啦啦，骑马骑驴，为马卡不上去洗澡，洗泡泡浴可以玩玩具，我有颗善良的心，只是穿旧夹皮，我的刀经常不要。草皮想拖他，没人听我，曾经打进二三除非是万不得已，我尽量射，尽量射，想把我的天涯爱，逃命前请你顺便为我拿只小猫，你不用麻烦了我，有麻烦了不用。太简单了，请抢。
样？答。好感人的画面。再去晒太阳。演艺圈好温暖哦。BCW， 实验之第一天。恭喜答对了。而且他又穿浴袍，很像带他出来。好，我们回家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知道在 penthouse 办 party 吗？在泳池有三个辣妹陪他的，好好笑。哎，大家好好把握，没剩几题哦，好不好？最后一题，唱的歌词是肝功能衰竭。好，关注请出题。干干来，干一杯，吸一下，吸一下美酒，加一杯鸡咖啡起，天要不醉不归。干干干的很累，坐在雨下，哦西，擦擦擦来吹来吹来个，干干不要拍谁，牛皮又干脆不管是谁，谁不是飞，加一杯咖啡今天干干干，请抢答，小鹿小鹿，小情歌。哪里句听出来的？你是猪是不是？我最近唱那么明显，我都想避也避不掉，你知道吗？有够明显。我觉得你唱太好了啦。嗯，恭喜答对了，厉害了。好，都来公布目前为止各位的积分了。马上进行哪首歌曲厮杀战？每位歌手会带来自己的哪首歌曲？如果获胜的那位呢，可以获得50分。首先欢迎第一组一子凡带来的《东区东区》。我会早点回去，吃完早点再回去。东去东去，手机给我关机。东去东去，心事锁在酒柜里。东去东去，因为他是谁靠你。东去东去，现在谁都是皮。东去东去东去，无需不要停。东去东去东去，啪啪啪啪啪。东去东去东去，拜托不要停。
息，趁着你陪着我也只是曾经，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，我才规避自己离开。你要我说多难看，我根本不想分开，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，我没有这种天分，包容也接受他，不用担心的太多，我会一直好过。你一直远远离开，我也会慢慢走开，为什么我连分开都迁就着是动感的，对，一边有感觉。P C W 很会耶，害羞。所以你也其实 Hip Hop 跟 R&B 也有算是同一个类型的东西啊，有关联。蓝调，你爸妈生得好，真的厉害。原住民呢，会做一些改编，很不一样的感觉。因为我就其实那首歌是唯一我记得住歌词的歌，然后可是我又没有很常听，所以我都会唱，都用自己的方法去唱，蛮好的，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李子凡呢？东区东区有嗨吗？嗨，谢谢。而且你们还自己加了舞蹈，对，我们自己加了舞蹈。因为想到应该没有人跳过这个有加舞蹈，想说尝试看看。每一次都会不同的突破，就是就算这首歌没有舞蹈，你们也想把它变有舞蹈的。对。那如果有人办生日找你们去唱生日快乐歌怎么办呢？就在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哎，真的可以，他刚刚没看到你们这一次了。看他怎么了？祝他生日快乐，预备备。你真的生日吗？生日？没有啦，我记得你不是这个月。他不是这个月，但我想看一下刚刚那段表演。你现在你生日吗？对，我生日。你生日，生日快乐，快乐！我们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太多了。对他快乐，还好要对。因为我这个视角在看他那。要扒了，好的啦，回家的啦，买单。喜欢吗？不喜欢。喜欢 BCW 的歌声的话，请举牌。Check it out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九二十四，二十四票。接下来你们比较喜欢一子凡的话，请举牌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五票，二十票，二十票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张胜子要带来的《说散就散》。爱。
顺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将一切都体谅，将一切都原谅。我尝试找答案，而答案很简单，简单的很遗憾，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，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。心动，你是直播的前十名哦，每个月17前十名直播主，对，所以他们是不是很喜欢听你唱歌？对，我的粉丝基本上都是来直播间听我唱歌的。对，那需要就是他们会指定想说想看你穿什么衣服唱歌这样吗？哎，还好哎，基本上来听歌，来听歌，他们重点都不会放在我的穿着上。哦，真的？所以你也不用爱心光波什么那些，还是需要的。对啊，他们也会喜欢我们，就是。哎，你感觉好像有在直播这样。我没有啊。光波大哥跑车。送我去巴黎。我是怕 BCW 想知道。我 BCW 可以直播。好酷哦！好，那我们来看看现场的粉丝喜欢什么样的歌声。你们比较喜欢小鹿的歌声，请举牌。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五。五十。开始数数票。二十。接下来你们比较喜欢吴卓源的歌声，请举牌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一二十五，二十五票。好的，我们来公布现在的总积分，最后获胜的那个人可以带来自己的新歌，进总成绩。厮杀战最高票的那个人是吴卓源，所以他获得了50分最高分。没想到现在总成绩50分吴卓源，50分一直翻，所以两组平手，我们要用清唱的方式来决定谁是今天的优胜者。所以现在观众朋友，你们耳朵赶快把你们耳屎掏干净，待会呢他们清唱完了之后，你们投出你们神圣的一票，准备，我们有请第一位子子。可以帮我打拍子吗？吓一跳啦！因为是什么歌呢？大王的宝贝就打宝贝，大王的宝贝。
Monkey 在我背 ，Monkey 在我背的脚，我会唱五个阿贝 ，Monkey 在我背，带过来我有没有抢牌子？过来一下牌子吗？拜托大家，绕口令，绕口令。这城市已布满枯枝落叶，这黄昏今夜昏得叫人晕眩。我打翻手中的咖啡，也把烟蒂熄灭。满地寂寞的味道，真叫人反胃。说了看不见，不过是自我安慰。这城市已喜欢伤痕累累，这晚风今夜疯的叫人心醉。醉一遍又一夜，人事都已全非。享受着往事，只能回味，无法回味。爱不需要装乖，我可爱也可坏，我的浪漫，我的眼泪，你不爱就说拜。分手的拥抱，愚人让谁受伤？爱不需要装乖，痛不对就放开，不要给我来，你在怀念我的存在，曾经的最爱一度不会擦彩。谢谢，谢谢子子。哎，你看我们打拍子，你也不在拍子上，我们怎么打？打都给不来。好，不来，对对对，卓远，好。Some people want it all, but I don't want nothing at all. If it ain't you, baby, if I ain't got you, baby. Some people want a diamond ring, and some just want everything, but everything means nothing if I ain't got you. Yeah.哇，都非常的卖力。对，好的，首先你们比较喜欢卓元的歌声，请举牌。最后了，关系到他们谁可以唱新歌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，十三票，十八个人，三十一票，三十一票。接下来子子的歌声，你们比较喜欢的，请举牌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票。十二票，十四票，十四票，恭喜吴卓元获胜！点点加三花公啊！厉害了，全卓元，卓元，全卓元要带来的新歌是什么？哎，是我跟熊仔合作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买榜》。掌声鼓励。宣布一下自己的作品。好的，来第一位，刚
刚唱的这首歌呢，就是嘻哈龙虎门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平台，然后会有三个嘻哈制作人，然后会做一些一系列的一些歌曲，所以呢，我跟熊仔这首歌《买榜》是第一波出来的，所以请大家多多期待，后面还会有很多棒的作品。好，来下一位。那我的那个专辑在二月份已经发行，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谢谢。哎，小薇，之前发了一张单曲，ANK Entertainment， 然后 Universal Music 发，叫做 Jiggy， 在一些网络的平台上，现在都已经可以授权得到。然后接下来还有一波是会跟建智 ，OK， 对 ，Try Bad 的一首新歌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下一组。我们是一子吧，我们推出了2008年最新的一批单曲《Boy Why Boy》，还有我们最新的礼物书。那现在在全省的实体通路，还有网络书城都可以购买得到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也可以上我们的粉丝团“一子凡一子凡”，就可以知道我们更多的消息哦。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温真菱年逾寒村可芳出席新戏《奇迹的女儿》茶叙，近日到莫斯科游学的温真菱特地回台出席，比在台湾念书的时间还要辛苦，所以其实我每一天在上学跟花在课业上的时间非常的长，然后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必经的难关，然后我快要过完了，所以请大家等我回来。我不要小秀二文，对，我可以私底下跟你们聊了。对，好啦，不秀二文。不过听说这一次在戏中挑战台语演出，这对三位女主角而言也是超高难度，从头到尾都很困难。对，我们三个的台语都没有到就是非常好，所以我们在现场因为拍摄台语的戏的时候，其实常常卡关非常久，然后一讲错一个台词，那一个台词就会错到一个不行，然后就会来了好几十次，就我们三个都完全有台语地狱的经验。因为我在开拍前那个导演有先测试过我的台语，然后他就说哦，你算是里面还不错的，但是他也觉得我台语应该要非常好，但是殊不知我五味八珍都是用练的，所以他有点纳闷说你的台语怎么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流利。但是在现场我看到他们两个，我就想说好吧，我还是自己练吧。温真菱年逾寒仅一把青之后再度合作，不过近日一把青的男主角吴康仁爆出与邵雨薇的恋情，但好友温真菱竟是在联访时才知道。邵雨薇？邵雨薇，我完全不知道这事情。哎，什么时候的事啊？而温真菱对于之前还被传是吴康仁跟钟瑶的分手原因，自己也感到很惊讶。就是很像朋友，大家相处的都很好，所以我就很疑问为什么会有那篇报道。然后同时我又在莫斯科念书，对，这个事情我完全不理解，也觉得自己被写进去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。台湾名模举办开工坦白，由老板洪伟明率领陈婷妮、张凯欣、林佑丽等近百位名模齐聚，祈求一年好运势，也提前预告凯沃今年的新计划。今年凯沃迈进了2018年，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，我想，因为我有一些新计划，大家等着看吧。我想，2018是我们一个非常一个特别的一年。静待奇观。除了新计划，洪伟明也不停被追问志玲姐姐的感情状况，让他差点动怒啦。需要关心一下她的身体状况吗？有，所以不是外传的怀孕哦。完全听到。对那个姐姐说，今年想要一个小言承旭，对，那伟明老师对你觉得呢？那是他讲的话，我不能再听他回答。还有除了林志玲之外，你们没有问别的吗？啊？天，今年过年 ，We just win， 想要买一棒 ，All day long it's always my song，My bad， 其实我。